你不是个合格的果粉，合格的果粉自适应能力都很强的，你多用几次它就好用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Barry，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macOS 最佳的窗口管理方法。这里的窗口管理指的是在开了多个应用后，怎么快速的选择和窗口分屏。这个方法是经过 ChatGPT 认证的，只需要两个 App 就可以了。最主要是这两个 App 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也用不惯 macOS 默认的窗口管理方法，我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会让你的 macOS 更好用。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可以先点个关注，我会每周更新有趣且实用的数码评测和软件体验，说不定哪天你就可以用上呢。目前 macOS 的窗口管理，它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的，应用有两种打开方式，我们打开浏览器，鼠标移到左上角的绿色小点点，可以看到有进入到全屏幕。全屏幕的模式就是整个 app 填充到屏幕，好处是利用屏幕的每一个像素，坏处也很明显，就是如果网页的内容它比较少，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它只需要三分之一其实就够了，左右两边其实是空白处，就浪费了很多的空间，而且也不方便跟其他的 app 来进行交互。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你想要看个小姐姐小哥哥跳舞的话，还要来回的进行 app 的切换，其实也是非常不方便的。第二种就是我经常用到的窗口模式，最简单的就是双击标题栏就可以最大化窗口，或者用鼠标这样拖放到合适的大小。窗口还可以进行叠放，相信这两种方法你应该都知道。下面就是吐槽环节了。macOS 上，如果你要分屏，左上角的绿色小点点，其实有两个选项，只有左边和右边两个选项，是无法指定到其他位置的。像这样子选择拼贴到左侧，这时候你还只能打开桌面上已经打开的窗口。这都没什么，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当你退出这个分屏模式的时候，另外一个应用它还是在全屏模式下，这你能接受得了吗？我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把鼠标移动到绿色小点点上面。这时候当你按住 Option， 发现了没？它是可以变成窗口的左右分屏。这个功能我敢打赌99%的用户都不知道，感情 Apple 都认为这99%的用户都喜欢全屏模式了。还有就是 macOS 13引入的一个新功能，台前调度。我不清楚你有没在用，我是体验过两周就把它关闭了。虽然切换动画非常优雅，不过效率更低了，特别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台前调度，这时候我再打开一个新的 app， 它就默认出现在新的舞台上。主要是我经常打开一大堆的应用，没有固定的工作流程，每次新建一个舞台我就非常痛苦了。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昨晚打个电话回顾客，质问他为什么 macOS 上的窗口管理做得这么烂。结果他告诉我，你不是个合格的果粉，合格的果粉自适应能力都很强的，你多用几次它就好用了。显然这个答案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最后没有办法，我就问了 ChatGPT， 他终于告诉了我 macOS 上最佳的窗口管理方法。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是如何使用 Alttable 和 Loop 两个软件来拯救我们的 macOS 的窗口管理的。 Alttable 是一款2019年就存在的 app 了，在 app 的发布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这位独立开发者还在勤劳的更新中。听 app 名字就知道它是干啥了，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像 Windows 一样切换窗口的同时预览窗口的内容。我们使用默认的快捷键 Option 加 Tab就可以呼出 App 的切换界面，按住 Option 的同时继续按 Tab 就可以在不同的窗口间切换，非常的优雅，和 Windows 一样，比尔盖茨看到了都说好用。除了可以预览窗口，你有没有发现它和系统自带的 Command 加 Tab 有啥不同呢？我再演示一次，是不是觉得里面可以切换的 App 比系统的自带的多？因为它除了可以显示 Dock 里面的 App 外，还可以显示那些没有 Dock 的应用。macOS 上很多小工具你打开它后，它就直接显示在菜单栏上面，是没有 Dock 界面的。比如说这个查看电量的小工具，这时候我们打开设置菜单，使用系统的切换你是看不到这个设置菜单的。在使用 Alt Tab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打开的窗口了。
如果你在用多个显示器，像很多 MacBook 用户基本在外都是用笔记本，在家或者办公室就外接一个显示屏， Alt+Tab 在各个窗口应用的右上角就会标明这个 App 属于哪个显示器。或者你喜欢用多个桌面，比如桌面一是工作的应用，假设我在桌面一这里打开浏览器，再到桌面二打开一个访达，这时候 Alt+Tab 上面也会显示这两个应用目前所在的桌面。App 在切换界面会有两种显示状态，如果这个 App 目前是最小化的状态，它就会显示 App 的图标，就比如说我现在桌面上的 Spotify， 基本上我打开它播放歌曲后就会最小化了，因为不会有更多的操作。现在你看到就是这个 Spotify App 的图标，如果是正常激活的话就会显示预览窗口，比如说这个访达的窗口。我是常年打开在桌面，我需要经常打开窗口做一些调整，Alt+Tab 就会非常直观的显示预览窗口，而不是像系统自带的这种切换界面，清一色的都是 App 的图标，根本分不清 App 的状态是激活的还是最小化。还有一点我觉得比系统切换做得更好的，就是你同时打开一个应用的多个窗口它是分别显示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了访达，我再新建一个访达的窗口，不是 Tab 的话你只能同时操作一个文件夹的界面，窗口的话是可以左右分屏的，左边的文件夹可以直接复制到右边的窗口，比 Tab 有效率多了。在 Alt+Tab 里面它就会把每个窗口标记成一个单独的应用，这样就方便很多了。它能解决你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你喜欢看小姐姐或小哥哥跳舞，你就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浏览器，每个窗口里面播放一个中意的小姐姐或小哥哥，爱看哪个就切换到哪个，精彩不会错过。在显示窗口的同时， Alt+Tab 还会在窗口上显示几个快捷操作，有退出应用、关闭应用、最小化应用以及全屏。这个也是我用的最多的功能了，有时候你开了一大堆的应用窗口，一个个激活再关闭就非常麻烦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呼出 Alt+Tab 把不需要的应用直接点击关闭就可以了，真正的做到不需要哪个你就可以点哪个。最后说的就是 Alt+Tab 自带的设置选项可以说是非常详细，自定义的能力非常强，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吓到，这里可以设置五个快捷键来对应不同的情况，反正我是想不到谁切换个窗口需要用到五种不同的情况。最扯的还是外观设置，这里你甚至可以模仿 Windows 10的主题，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设置，要不乔纳森在苹果都白待了。解决完快速选择应用的问题，我们来解决调整应用窗口大小的问题。 Loop 的使用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非常直观，就是按下触发键，鼠标指针就会出现一个小圈圈，有八个方向，支持左右分屏、上下分屏以及四分屏。你可以按照你需要的窗口大小和位置来快速的调整应用窗口，移动到方向上的同时可以看到有虚拟的一个动画，比如现在我移动到左上角就会出现动画，然后接着我释放键盘，应用窗口就会快速的跑上去了。如果需要窗口全屏，那就鼠标移动一下，接触到小圈圈的边缘，就会出现虚拟的全屏。这时候你再移动到其他方向，它就会选择其他方向的一个动画了，可以说是非常直观，也非常的节省力气，特别是对鼠标党就非常友好了。Loop 的第二种操作方式就是键盘快捷键，和其他的窗口管理 App 一样，比如 Rectangle、 Magnet 触发键加方向键， Loop 除了支持上下左右外，还支持组合的方向键，比如说我现在按住 Option 上跟左的方向键，它就可以变成左上角的四分屏。 Loop 的设置同样也非常强大，我们打开设置，第一个图标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通过不断的使用 Loop 来解锁新的应用程序图标。这里还有两个设置需要注意一下，小圈圈的触发按键默认是地球仪，我为了方便设置成左边的 Option 也是 Alt+Tab 触发的按键，这样一个快捷键就可以选择窗口和调整窗口，比如说现在我用 Option 加 Tab 先选择浏览器，接着再用 Option 加鼠标，可以将浏览器移动到任何我想要的位置上，这样操作上其实是更符合直觉的。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来。第二个，如果你有多个屏幕的话，我建议在键盘快捷键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前屏幕和后屏幕的一个选项，方便你可以在多个屏幕间快速的调整窗口。我是设置成 A 跟 Q， 移动窗口的时候按下就可以先选择屏幕，再用小圈圈选择大小和方向。大致上两个 App 的操作就是这样子了。随着 macOS 15的发布， macOS 也支持和 Windows 一样直接拖动窗口停靠在屏幕的两侧来进行分屏操作，绿色的小点点也终于支持多个方向的分屏了。我相信这是库克老师在昨晚和我深夜电话后为你我做出的一点点改变。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